每个人都向往诗和远方，但平凡的生活才是日常。中国人的优雅不是避开车马喧嚣，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，静心做事，静气做人。静是心静，有间书房安放身心，一缕茶香慰藉劳顿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生活从来不缺风景，难的是有心来赏。静更是心静，不慌不忙，不卑不亢，万物静观皆自得。正如杨绛先生所说，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身有清泉，心纳万象，人有静气，便无俗情。愿你我都能在俗常日子里行安闲之事，遣有涯之声。